清风吹柳絮，枝上复古题。大家好，我是丫丫佟丽娅。今天我来为大家播报的是谷雨节气。谷雨作为24节气中的第6个节气，有雨生百谷的意思。此时太阳达到黄金30度，北京时间4月20日5时27分迎来谷雨节气。我国古代将谷雨分为三候：第一候平始生，第二候乌桕扶其女，第三候戴胜降于桑。就是说谷雨后降雨量增多，扶贫开始生长，接着布谷鸟开始提醒人们该种田了，然后是桑树上开始见到了戴胜鸟。谷雨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，谷雨时段田间的农作物最需要雨水滋润，池塘里面浮萍也开始生长。与此同时，春茶也在这个时候进行采收。春季即将过去，夏季即将来临，万物也开始生长，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，也正印证了一句一年之计在于春。春天肝火较为旺盛，脾却相对衰弱，在谷雨的这15天，脾正处于旺盛时期。在谷雨季节中，旺盛的脾会让胃的消化功能增强，而增强的消化功能就会增加营养的充分吸收，所以说谷雨正是补身体的大好时机。但一定要记住，谷雨时间补身体不能像冬天一样，这个时候应该适当的吃一些有补气益血功能的食物。谷雨的推荐食物菠菜。中医认为菠菜性甘凉，有补血止血、利五脏、通血脉、助消化、清理肠胃、热毒等神奇功效，所以菠菜能够有效地治疗春季肝阴不足造成的高血压、头晕目眩的毛病。谷雨之后，空气的湿度会加大，容易让湿气侵入身体，是神经痛的发病期。阴陵泉是脾经的合穴，属于祛湿药穴，这个穴位位于膝盖下方胫骨内侧的凹陷处，每次左右腿按摩穴位60下，早晚各按摩一次，如穴位感到酸胀，就能够有效地缓解身体内聚集的湿气。同时由于谷雨天气转温，人们的室外活动增加，北方地区的桃花、杏花等开放，杨絮、柳絮四处飞扬，过敏体质的朋友应该注意防止花粉症以及过敏性鼻炎、过敏性哮喘等。在饮食上应该减少高蛋白质、高热量食物的摄入。南方人说谷雨到香萦绕，清明采茶有些早，其气味不足，立春采茶呢又有些晚，口感不好。谷雨采茶正当时，谷雨采的绿茶可以生清降浊、清心降火，又可以醒脑提神，有益健康。在西北地区，旧时人们将谷雨的河水称为桃花水，传说以它洗浴可以消灾避祸。谷雨节人们以桃花水洗浴，举行射猎、跳舞等庆祝活动。谷雨前后也是花开的重要时段，快快约几个朋友一起踏春赏花，感受春天吧。生命呵护计划，用爱呵护家人健康，公益在行动。